这是什么？这样子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样。但有一片一直在他镜头前面。那他这样对啊，有一片是这个概念吗？逻辑上是，可是他在更低啊，不然他现在就只能露一个。更低。对啊，所以是不是就？就变得没办法，非常极限。可是它树叶会挡住啊。对啊，你人就拍不到了，除非你可以站到草上面，还是你抱着它。对啊，这个不是很好。就直接这样拍。直接拍了，就直接用相机拍了。但我没有带广角啊，你就用这个拍啊。你没有带广角，你要走回去。那这样子的话就反过来了，其实就不用了，我们就把它换过来的概念，就孔子他就不用，就是一个啊，这样现在这个角度也可以啊，根本没差、啊，就后面有没有孔子都没差、啊，就有就有。我后置要看什么？啊，你这边接你原本的画面的，我怎么知道？就是随便接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元素啊，你看你想要哪里。增加进去，其实没有关系啊！其实我们现在的素材其实已经都很够了。哦，我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要剪到哪里去。所以如果原本的话就是广角，然后我的脸跟孔子这样。对啊，他刚刚不只用广角手机放着，因为不够广啊。对啊，不够广，不然我们就舍弃孔子啊。其实孔子，孔子好像没什么。对啊，我还不如反过来，我放在地上往下对都比较。对啊，有感觉。那我们舍弃孔子，那你要找一个好看的啊？不是啊，我说现在这样子看起来也还蛮好看的、啊，我是觉得还 OK 啊。不然你去其他地方，不是就是天空这样而已。那不然我们，你看一下，你过来看啊，你都不看，还是看我们来站一下。有啊，不然我们这样跑一个好了，我们家天空再跑一个，我们跑两个嘛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来，可是我拿360这样。你有360吗？不是，他们不是有带360？对啊，放在这边这样子。然后他效果很好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。全部吗？先唱完第一段子。第二段子。你可以从第二段开始。第一段素材超多了，我们只要觉得可能是。我确定吓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对他的气势全对于别人比不上。来到体育场，他看的是第五张，但是空气不强。来到人生比武场，在我面前别太张扬，很叛逆，全靠关系。我确定我的权利，新的天地，对不良制度的反击，在开学典礼掀起战意，流出暗器，开始反击，扣下扳机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台下的掌声没听懂，人显然代价不设成成。首先得先做人，在言语挤压之下，知道把你击溃，又不要我把你嘴角稀释。心来别嫉妒，强如草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洗碗不让世人，身教裤子都湿了。你是在用文在吃人，你这思想的真理，要你要把课本珍惜，炫耀钱包是真理。阿弥陀佛，考试又有正义。好，你要包什么？换一个，我觉得换一个点再做一样的东西。你喜欢哪一个背景？它校园的，看不出来。还是会在施工的。施工的不行，但因为它看不出来。
他想要看起来像校园。校园的，我想要看起来像校园。就是刚好从镜头往上，对啊，我的意思说，等一下我们回去刚那一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他爬到二楼、三楼，你看哪一个楼层，就是我们镜头带的会刚好。然后应该是二楼会比较好。二楼，那我们就去二楼啊。可以、啊。一样是对嘴嘛。可以啊。因为要补热食的部分嘛。就想要补一些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對對對，那还是说你们要补一些，例如说空景，还是他在走路，还是干嘛什么的，就是看要补什么。哦、oh. ，我想要，有时候会走那种，我感觉我就会摔死。我是比较想拍球场，但是过不去。可以啊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去的、啊，他们是从后面过去的。哦， oh. 你要绕一大圈过去。哦，你看那个很久了，那个没开，我看过。对，那个没开。刚刚我看过。老师刚刚这边的没开，现在我们另外一边做。